舞台排位赛第四场，酸甜八分钟。我不管未来，我们想传达的就是我们可以勇敢地暴露自己的脆弱，没关系，因为总会遇到一个人愿意接住你。这个不是单方面我对他的救赎，也是他对我的。哇，太绝了。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孩，她遇到了一个很懂得欣赏她，然后呈现她美好的一个人。她今天中低音区在我听来就是美的结果。已经半决赛了，只剩临门一脚了。跟玉子一起去那个梦的基地。我觉得他们像衣架，不管你给他们任何东西他都撑得起。太恐怖了，真的太恐怖了。谁的舞台能整那么多火啊，拿第一了。总决赛如果是这个的话肯定冠军。如果按100分来打，那你们就400分吧。他们就该组合出道啊。就是、对，酸甜八分钟主题舞台结果公布。